大家好，我是莫涵啊，欢迎收看我的游戏实况。这一次的话，我们又来开老坑啊，不是老坑了，就是老坑，新开这一个实况。然后呢，我们发现天际线，都市天际线的话，它又多了两个 DLC， 一个是这一个，怎么不显示了？这个叫足球场的 DLC， 还有一个是大灾难。之前不夜城和就是夜生活嘛，夜生活之前好像叫不夜城，不夜城和冰天雪地这两个我们已经介绍过了，然后又多了两个这个模组，它应该是模组吧 ？DLC， 它基本上批测是把模组当 DLC 来卖，其实差不多一个概念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新建一个游戏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选择剧本，剧本的话是灾难 DLC 里面提供的一个玩法，就是它官方给了几个剧本，相当于模拟城市那种剧情模式吧。他会给你一些建议资源啊，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什么会发生海啸啊会怎么样，你要在这里存活下来啊，不能低于这个一啊，游玩时间不能什么超过什么什么15个周期之类的。然后我们看选择地图吧，我们还是选一个雪地，雪地很好玩，我感觉雪地看起来特别美。这边之前的那些地图啊，包括我自己创建地图我就不用了吧，我们就找一个看看啊，找一个这个吧，冰封岛屿，不过它建设面积比较小啊，只有56，这个更小，56。资源最多的是这个。看一下，要不我们就玩这个吧。或者冰封岛屿啊，我觉得岛屿好玩一些啊。岛屿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卡，之前一块地方建了很多东西，然后边上一块块地买过来还是很卡。玩到后面这个卡的要死。 OK， 其实应该开始游戏它会自动启动一个大灾难模式的，但是之前不小心被我点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再启动这个东西了，我们进去看看有没有启动的方式。它这个游戏载入还是很慢的，到后面玩到后面越来越卡。我们看看有没有启动大灾难的方式啊，有使用随机灾难、动态天气、夜间鼠标光源、昼夜循环，每隔10分钟自动存档一次，自动开启小啾啾信息，显示游戏内教程，自动开启。好的，我们这里这个官方汉化啊，官方汉化还是很小，这个字我也不知道为啥，有可能是游戏设定的问题，先暂停着。首先让我们来建造几条道路，对其周边进行分区建筑会这个建筑会在进行过分区的地方，其实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，我们不用管这个信息。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地图啊，这个地图现在我们拥有的一块区域中间是一条河，所以我们先要造点道路啊，就修建一点道路。这是入口啊，这是入口，这条道路我们是不能改的，这条是主干道，城市主干道，我们要铺一个进口和出口。我们就不怎么规划吧，就是随便瞎玩啊，怎么铺就怎么玩，因为毕竟我不是读这一个城市的道路建筑学，就道路建筑学，对，不是读城市道路建筑学的啊。玩这个的话，那我们就把它当游戏玩，不要规划的很好啊，怎么样的。我来看一下，这样。这个不像模拟城市，这随便来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？这需要推土机，需要推土机拆掉它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好像多出来新的东西啊。我们这边可以改成圆弧形，先造出去。这个游戏音乐有点响，我们调轻一点。好吵啊，现在。音乐、无线电、紧急广播、音效、小啾啾音量、环境音大一点。我好像造歪了。我看看这个推土机是 T 吗？还是 D 啊？推土机快捷键没有啊？退款。然后重新造一下。它这个没有像模拟城市有这种笔画的这个东西。
没有像模拟城市那样可以用来量啊，这个量个距离啊什么的。嗯，前期我们只能造这个道路啊，好像多了很多的道路，这个是什么道路啊？双车道电车，好像这个也是的，这个好像之前也没有啊。我们先要考虑水的问题，搞个水塔、采水站或者抽水泵、抽水站。水塔花费2500、3500，水塔为什么贵啊？现在它改过了吗？污染是零，抽水，电力这没啥区别吗？哦，这个量大。我们用这个抽水站吧，抽水站，哇，抽水站可以，抽水站放在上游。我们要接上水管，对吧？它这个接水管我都玩怎么弄忘了，应该是跟那个就是到一块区域它自动会加载的，所有的房屋会加载这个水的。对，这一块不行，这一块我还有多少钱？还有60000块。好，把这里擦掉。快捷键怎么连？这里用弧线连上。好，连上弧的。啊，这边我要擦掉它，这边改成弧线，看着有点别扭。哎，没点到，到这里，然后这样，还是有点怪怪的，还是有点怪。它这个弧度不对啊，应该再大一点的弧度。啊，这游戏这个确实有时候道路建设没有模拟城市方便。哎呀。我要造弯的，你给我选成直的了。有时候选错了就是纠结。这样好看吗？哎，这样可以啊，一条弧线，然后绕个圈，然后我就没钱了。我发现，先电力啊，电力的话，首先是风力发电，风力发电是最便宜的，污染最低，但是产能是比较少，只有8MW 啊，风力发电我要看，哎，这是什么？都市天际线。哦，这哎，现在有个小电台啊，刚刚显示小电台。我们怎么看那个风来着？忘了。这里看风向，弱还是强？哇塞，这个风力涡轮机。就这边风大，那我只能放在这一排，这里风大一些，70000，这边只有一，这里风都没有啊，这岛内，哇，这开始这一个有点坑啊，这最高是8，我们可以先造在这里，先造两个，然后要把电网拉过去，这个有点麻烦。看看这边出口啊，还没造呢，我感觉钱不够用，到时候先稍微造一下吧，到时候再改，有钱了我们再改。好，哎，我去，这个选错了，这个是什么？提升步骤。好的，哇塞，这个钱还好，消耗量不是很大。先把它连起来吧，然后我们把这一个修一修。毕竟我们这个地板啊，不是地板，这个区块很大，边上还可以买。我们先把这一边盖完，其实还可以通过去，这一块还可以用。这个不要急，我们先把这个东西弄起来，连上。这边也连上。好的 ，OK。虽然看上去好像不是很远啊，这边。
哎呦，这强迫症难忍啊，我还是把它撤销了。重来一下，游戏暂停，我知道暂停了，不要急。啊，这没办法，在这个地方好像没造好，就是这样。不管它了，好了，我们这个整个城市的进出口是连上了。其实应该搞这个，变成单行，单行的话就只能往里面走。然后我们往这里面一格一格往里面造。从哪里开始呢？从这边吧。不行，这里，哎，不对，选错了。这样，这样进去再拐弯，然后这里一排一排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分礼物啊。一开始的话，不用改吧，因为没有不用怎么改，因为没有什么钱，这个倒无所谓。不过这里道路会拥堵啊，等会改一下这里。我们先造着啊，主要现在没钱，没钱是关键，要有运营起来了，然后再去改。我们首先随便造吧。把这里连上 ，OK。我现在有一块区域，我们把这个区域给铺上。这个铺住宅，低密度住宅。然后商业区是我自己划。哎，你别挡住我，我已经拿到里程碑了。好，真棒，臭水站建好了，但是没有水。然后把这个电给连过来。电给连上，然后水的话把水管接过来，还有排污设施。现在没有钱啊，排污设施没有钱。然后斜着来吧，这样吧。啊，这样就好了，这里一块全有了，然后电给它供上。啊，电已经供上了，这边没电，臭水站没电，这里接一根线。要不这样吧，从这边，这里建个风力发电吧，不一样，范围很大的。OK， 但是这个风力发电是有噪音的。来，我们风力发电接上了，你的电呢？做好的电啊，有了 ，OK， 没问题。我们这个城市的话，现在是需要排污系统。排污系统的话，可以跟这个水管接在一起，但是排污一定要放下游啊，放很下面，放很下面啊，对，下游。下游的话需要接个管道。这边还可以造啊，其实。哎，好像有点歪了。我把这个拆掉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排污系统就连上了。但是这里没有电，风力发电。啊，搞个电线吧，这个风力发电太贵了。风力发电6000块，这样一造我们又没钱了，我们只剩18000。这是灾难系统，这个是什么？啊，疏散人员建造庇护所。啊，现在难度高了，不像以前那么安逸，随便玩玩了。现在会出现灾难，然后把你的城市砸坏。我们需要维护好这个城市呢，就要建造一些避难区，让居民全部躲进去，然后再出来重建。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。哎，我们这个道路建好了，我们再建一点商业区。我需要来点商业区，拉一下框。这边商业区，最好是商业，然后再来工业。工业的话，我看这个工业的风向是往哪的。啊，它这个游戏有风向吗？它没有风向的。你可以把工业造远一点。工业我们可以造在这一块或者这一块，需要穿过去。穿过去之后找到这个新区域去造工业。哦，现在这个营业额还是负的，需要工业。
我们从这里拐过去呗。按哪个键是往上走？忘了。啊，这样。然后穿过这个地方。需要穿过这里，然后往下。然后这边开始造工业区吧。这个风力好像是，哎，这个好像是不是造歪了啊？没歪。这里开始造工业区，随便先造一点，到时候再改装。啊、不是改，再改造，不是改装。前期的话可以搞点农业什么，但是这个规划还没出来。规划的话可以把这一些地区啊给改掉。啊，环境美化与灾难人数达到1100。哇，1100就开启灾难了，那么我先存个盘。这个新坑啊，对对对，默默的啊，默默的 ,OK。好的。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居民啊都住进来了。低密度家庭，然后把这里再改造一下。哎，这条路是主干道，可以升级。哎，这个我们可以连到这一边，连上去，这样的话可以通畅一些，不至于出城要绕个圈，对吧？出城绕个圈就头疼了。这里进去直接工业区，这边是住宅区和商业区都可以。这里搞成这个吧，啊，这里肯定会到后面肯定会堵死，啊，不过这个游戏没关系，堵就堵吧，无喜，这个无所谓了。那边没水啊！天哪，我没钱了！啊，这边还好，没电，没钱，没水。哟，还剩3000块啊！加油，我要把这个钱拉回来。电力，空间已被占用。这怎么办啊？空间已被占用，那只能从这里走了。然后连到这边。OK, 有电了。少年们，你们有电了，开始干活了。这是什么公司？供水不足，随时穿越有限公司。这名字真厉害。嗯。随时穿越有限公司。我要抽水服务，那么房子马上就要淹了。这个有捞不完的水。这抽水服务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看看谁抽水服务啊要。哎，我看不到，叫什么？秦贝吴美美，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，路上可能会非常滑，请注意安全。但是他们好像会降低这一个行走速度。谁的房子要淹了？这 BGM 怎么有点诡异啊？我要看一下我这边商业需求、交通状况啊，这里有点堵。这边是进城区啊，好吧，我弄反了，进出城弄反了，没事。进城区要绕个大圈，天哪！哎，我以为模拟城市呢，我以为模拟城市呢，这边是进去然后出，没注意啊，这个失误有点大，这失误非常大。如果是这边是进口的话，那我们这边入口啊，惨了，改一下吧。不，他们绕个大圈，就一条路，两条路。反正进城区就这样，出城区还好。这样识字啊，虽然到后期会堵，但是后期我们可以改一些
什么交叉路啊，什么这个圆形圆盘路啊，那些东西，降低一些车子的一个行驶的拥堵啊，拥堵的一个量。哎，我们这个城市里面人还是很少啊，我钱还是付的，什么时候能变正啊？再多造点这个居民区，居民区需求量过大，现在。哦，我趁现在有钱造点路出来。金钱不足，好吧。好了，先造居民区，没钱了。这可以拆掉啊。哦，不行，拆了就没电了。先造了再说。哇，快速运行一下，我们把这个房子全造起来。这集我们主要先把钱给拉回来，稳定一下。现在已经负的了。主要规划太大了，一开始不能这么大规划，一开始少造一点。这里没有水啊，这是个问题，一半居民是没有水的。好，恭喜你达到小村庄。他给了我们钱，我先把水管给补上。水管，这个弄起来有点麻烦啊。这个要不碰到有点麻烦，但这个水管覆盖面积超大，不像模拟城市那个水管覆盖面积很小。哎呦，这个有点难控制。好，就这样吧。好的，哇，瞬间就钱就变正的了，因为他给了我钱运营，然后我再多造点东西，这边水不够。这边水不够，把这个拉到这边。OK， 这样就有水了，排污系统啊什么都出来了。然后居民区我们再多造点路啊，这样有更多的进出口。把这个拆了，把这个供电给拆了。电应该是供得上的。这里的话，居民区不能造太多。把这条路给拉过来，形成一个主干道。哦，下雪了，还要除雪车，否则到时候积雪就麻烦了。积雪开这个车啊，开得特别慢。哎，这里有一块大石头。以这个为主，多建造一点道路啊，那个城镇，一开始就是不断规划，加密度啊什么的。尽量不要全部围到这个主干道上，这个主干道到时候会堵死的。那这边不能弄那个，取消掉，这边我们要造点商业区。商业区需求现在不高，全是要住宅。但这里不能全造住宅，就靠边上再造一点这个东西。因为它这个游戏有点奇怪的设定，就是什么？就是，有商业有居住，一个那个路段上，它会有这个停车子，一停车子就开始堵了。好，我们加速一下看看。哇，这学校的好大，什么时候能解锁那个？这贷款我们不用，学校可以建造了，但是我现在没有钱去运营，不建造。垃圾有一个储雪站，垃圾堆放处。哎，储雪站是在哪里啊？你看到吗？储雪站不见了。哇，现在还要供哦，对，这个图还要供暖，我想起来。淡水出口。哦，过剩的水排出。
垃圾站啊，现在住宅需求量降低了，需要商业需求量，这边缺电。缺电啊，它电现在差多少，看看。电力不够，再造个风扇吧。这边再造一个，一排造过来。哎，瞬间变成富有的村庄了，不愧是老司机，一会儿就富有了。好的，造上，应该够了这样。电力上去了，然后这边电通上了就好了，快通电啊。好，通电了，通电我们这边工业区，工业区的这一个钱啊就开始刷刷刷刷刷刷往上涨了，然后城市居住量的话是达到了686，也在不断增长啊，加30几，因为现在很多房子没人住。哇，这着火了，什么鬼，这着火了啊！他们需要垃圾处理站，垃圾处理站的话拉远一点。着火的话，暂时也没办法解决。垃圾处理啊，垃圾处理只能先运过来。我们垃圾站只能先运过来。造一个，先暂时造一个，没有钱造第二个。我们要先造一个救火中心。哇，它有灾难啊！灾难应急中心，消防局，消防局是6辆消防车，每周要消耗480平方米的水啊，720瓦的电力，千瓦，720千瓦的电力，就造这里吧，消防局，哇，一片，一片好，医疗的话，医疗造这边吧。基本上这里就不造东西了，这里就负责造一些消防设施啊，什么设施的这种区块里面，就靠近路边的这个东西都造一些这种消防设施，这样的话让他们各个地方都可以走到嘛。垃圾车应该有了呀，垃圾车呢？焚化炉状态，哦，这垃圾还能焚化，然后产生污染，电又不够了，我的天！好吧，我没钱，这是个问题，我没钱了。建筑迁移，它可以迁移啊。哇，这车堵的。我们目前开局就是电不够，很严重的一个问题，这个要拆掉。小石头可以移掉。哎，这个，哎，它之前有个铲雪车的，怎么没出来？铲雪车我记得是在垃圾里面的呀。并没有看到铲雪车啊。水节电节水措施，维护费上升，然后瞬间就没钱了。节电节水措施，这边是什么啊？救护车、医院啊。我们现在这个城市里面是有医院，对吧？有医院了，也有这一个消防设施了，就差一个警察局，以及这个电力啊，电力不足。我用了节电设施还是不行啊，这么多工厂的电啊，我现在运营不过来啊，可以贷款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电费调高一点，对，花点钱调高一点这个电费的生产力，但是我会花更多的钱，这需要花多少钱？哎呦我的天，还是不够啊。我把钱拉到底啊，够了吗？我们看一下够了不？好了，停电了，又没电了。我这电到底差多少？看看，电力够啊。哦，没接上，好吧。神呐，神呐，就差那么一小口气。我说我有电啊。我造了那么多发电站还没电啊，他们需要受教育了。然后我造了那么多发电站你们还是没电，天哪。好，这边如果全接上电之后啊，就通上电了，我们就有钱了。缺工人，但这里现在不需要造很多的这个工厂，需要提高这个商场以及住户需求。节水措施的话暂时不需要，这个装了好像挺贵的，5C 每栋，就是5块钱每栋，
我这边用多少洞就要装多少个五块。你们怎么又没电了呢？电不够吗？电力不够啊。哎，还是开节电措施吧。节电措施开一下。只要稳定下来就好了。哇，天上有飞机吗？发电站啊，我们的发电站要花钱啊，要花煤炭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的。煤炭好像还要去挖。我们城市打算什么时候才建造自己的学校？等有钱的时候。哎呦，你看我这钱掉的。哎呀，我的钱啊，供电不足。这个不能开，就让他们没电吧，我先赚着钱再说。这东西一开就没钱了，现在又不能调税收，对吧？哇塞，这么多抢匪啊，犯罪率过高。深圳湾一号，什么鬼这名字？东方珍珠大厦，哎呦我的天，你这也叫大厦？哦，好吧，广耀塔住宅，索尼大厦，呵呵，这个名字搞笑。现在我要拆掉一点这个工业区吧，啊，工业区需求量变大了，我拆掉一点吧，把这工业区规划改一下。少一点，不要太多，太多到时候供电不足，供电不足我伤不起。能拆的就拆。哎，现在这个一取消就直接拆掉了，空楼了都不行。再少一点，这是什么？警察局，没钱造，警察局要12000啊。现在我们要慢慢把这个钱给堆上来啊！一开始造太大了，这个就是一个坑。造小一点的还好，造太大了。好吧，那么这集我们先到这里，也是带来一个不是很好的开端啊。虽然我是一个老司机了，但是，突然以老司机的想法造那么大的一个规划区有点困难。其实应该就简单的造一造。啊，我们这个钱还是要慢慢的回温，回温之后有了警察局，犯罪率下降了，那么城市市民的一些生活水平就要上去了，对吧？好的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点下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